想拥有最高智慧，努力学习拼命地往前追，却不明白何处才是终点，随着环境麻木的脆，于是开始懂得如何分辨什么是错，什么又是正确，养成习惯也质量了余年，最后造就一生的业。如何才能够终结这样的轮回，这么才能够拥有最高的智慧，不必向外求，更不必往前追，心中本有最高的智慧，不必要拥有眼前所有一切，无欲无求，心中智慧奉献。智慧，努力学习，拼命地往前追，却不明白何处才是终点，随着环境麻木的醉，于是开始懂得如何分辨什么是错，什么又是正确，养成习惯也自量了余年，最后造就一生的业。如何才能够终结这样的轮回，怎么才能够拥有最高的智慧，不必向外求，更不必往前追，心中本有最高的智慧，拥有眼前所有一切，无欲无求，心中智慧奉献，不必向外求，更不必往前追，心中本有最高的智慧，前所有一切，无欲无求，心中智慧浮现。